QR code 对 OK 了，可以进进。QR code 扫下哈。好，谢谢。停着自强号、莒光电车、复兴号、普通车，啊，七堵。这样特别有名哎。
要粉红色的四角皮。高级吃西餐呢，应该是后车厢有阳台的。莒光号客车啊，是我最爱的大车窗。莒光号红色地毯，高级的代表啊。没看过这种白色涂装的，啊，这是平快车，这是有点日式的风格练车。哇，电气化的，这是一般的柴联，以前回台东都坐这班，好像有 PP 手拉的，哦，推拉式的 ，PP 推拉式的，哇，客难号哎，我这班车子我好像有看过，客难号我好像有看过。这些呢都是客车的颜色，超帅的，涂装都很漂亮。这应该是高铁的，这高铁的我知道。然后这是泰鲁格的，然后福优马好像没有，然后莒光号有，莒光号有。然后这很像，有点像自强号。然后电车的，这电车的区间车，这也是区间车。然后这班就没看过了，阿里山的有看过，小火车。胜利号都没看过，太早期了，我都还没出生呢，都是日历做的，现在的自强号也是日历做的。哇，以前这么古老的都是木造的，厉害，日本做的，这好像不能上去。货车载运的水泥车、谷物车，哦，这个我看过，这是军用的。
自由行的。莒光号车厢诶，哇，那人逼真诶！哇，逼真诶，直接把车厢搬过来。然后昨天看影片说，这上面两个灯号是要叫那个服务人员的。圈圈，然后套在上面的啦。扇形车库哎，以前台北也有一个，现在是彰化唯一一个。啊，苗栗也有车库哦，还不知道哎。调度中心。啊，这个就是火车的专业术语啊，看不懂看不懂，哼，他们的行驶路线。
开往淡水方向。因场地限制，本列模型将于转弯处停止，届时你可以近距离观察列车。车子要来。哎，对不起，你小心啊，不要挡到人家的。干嘛？嗯？他要去站木头。本场次展演结束。以前的双人座位。经典大战，台南车站，以前的高雄车站。哇，隧道还是最艰难的工程，几十年才做好一个隧道啊。哇，台铁老隧道，最可怕的就是花东的隧道，容易塌方哎。不知道是冰木装的啦。应该是三义那边比较多吧，铁桥哎，木栅桥那边吗？对，一直在不断。这边怎么回事？
款在上午10:30，有一场灯饰铁道公园区定时导览，欢迎有兴趣的来宾至八角楼集合。每场定时导览人数以30人为限，谢谢。停靠车站看板，车厢广播体验。此站是极光号板桥到宜兰好了。选择语言，语言啊，好，语言在这里，华语先华语。本列车是6424开往宜兰，喜光号沿途停靠宜兰等站。祝您。哎，排骨便当哎，铁路便当。还有这种的，然后这个我有吃过，这个第一个我有吃过，这个有吃过，北回线往花莲自强号，请旅客不要靠近月台边，以免发生危险。飞快车小姐，各是你呢？现在水杯。可以盖章哎。
减族进化论，叭叭叭叭叭一大堆。法国大公园之城新计划，这也太逼真了吧！这么小的椅子桌子，哇，这格局也太紧凑了！我的家庭真可爱，纯洁美满又很可爱。取消下。长后不如短后的新降价租卖，以免负担太多的利息呢。国宅主就是这样。有牛叫声啊！
陆哎。Oh, my God.